Wonderful, wonderful. 哎呀，哥，看你今天这么难过，舍命陪你了，一块喝，来。峰哥，救我！放下，等过两天，啊，我见到子辰了，好好念叨念叨他，让他对你好一点。不许对子辰凶！啊，不凶不凶啊，瞧这傻样，啊。帽子戴好了啊，让他对你好一点啊，对他也别那么凶，知道吧？说说吧，因为什么事儿吵这么严重啊？他送我一个围脖，我说特别丑，他就给我生气了。哎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能说丑呢？你应该说特别丑，非常丑，去挑逗他一下，知道吧？我说了特别丑，非常丑。小峰，我回来了。哎呀，这伤还没好就喝那么多酒，真是不想活了。小峰，胡子。林鹤，我，你赶紧过来，把你儿子领走。
你为什么不过来？过来！等，你别拉我呀！哎，别拉我！你不知道，我跟振宇学院那是敌对关系，有你没我。再说了，我长这么帅，走哪儿都是焦点。太重要。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既然美女都开口了，我岂有不帮的道理？我通宵看了 Mark 最近的比赛，研究了他的特点和弱点，我想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攻击模式来进行反攻和防御。可以啊，赵一红啊，这做的太详细了，你看看这儿啊，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东西。不错，就是啊。哎，你那击剑技巧如果能跟上你的分析能力，估计你早拿奥运金牌了。我想这就是老天是公平的吧。辛苦你了，你夜没睡肯定累坏了，趁着练习还没开始补个眠吧。没事儿，只要你交代我做的事情我都会好好完成的。耶！你别帮我啊！你来干什么？没什么，我是听说你们被一个法国人打败了，我担心振宇学院就此一蹶不振，这会严重影响世运赛的精彩度，所以呢，我就特地赶过来安慰你们一下。哎，你妈生你嘴巴是用来吃饭的。不是让人死人的，给我一下试试。别打坏了啊！如果你是来雪中送炭，我们很欢迎；如果不是，请你马上离开。看到你们的斗志没有被击垮，那我也就放心了。分析做的挺全面啊，看来你们跟 Mark 的比赛还是有的一拼。当然好，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要不然国内连个对手也没有。我也是挺无聊的，咱们试运赛前让一下。这人到底来干嘛的啊？行了，没时间搭理他了，我们赶紧回训练馆把你刚才写的战术练一练。走。就是这次一定要姓马的跌破眼镜。好好休息。那
我把钱包给你拿过来了，你要怎么奖励我呢？看心情哦。哎，不错，这样。哇 ，Mark 所有的缺点都被发现了。中国队的分析这么厉害啊！振宇那边有个女孩叫赵一红，她那个脑子跟个电脑似的。我曾经在她面前也吃过亏。嗯。这次有了赵一红的分析，针对 Mark 的缺点进行了全面战斗模拟。那你看，几乎每一剑都是冲着 Mark 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攻击。嗯。即使他能应付一个人、两个人，但是车轮战下来，他的体力啊肯定支撑不了。所以啊，这次你们要从振宇那边拿到全胜，哼，没那么简单。哼，那可不一定。有一句话好像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一定不会让他们赢了 Mark。 哼看到我吗？看，哎，有，看到了。没想到三 C 白痴的进步很快嘛，这么快就会用视频通话了。我不赶快学会的话，想看你的时候怎么办呢？嗯？队长，哎，队长，又在虐狗啊！哎，你怎么又在虐狗啊？秀爱，秀爱，哇，好多狗粮啊！我刚刚吃的太辛苦了，是不是？训练不够，是不是？100个红布，没要做100次，很辛苦，很辛苦。队长，哎，你赶紧让大家回去休息吧，最近大家都已经超量在训练了，不休息好怎么应付明天的比赛啊？啊？那你明天会来吗？严主任只有明天有空，后天他要去北京开会了，所以。我只能明天到医院去找他。不过我会时时刻刻都为你们加油的。嗯，早点休息，晚安。我也会为你的肩膀加油，晚安了。好好练100个弓步。喂，亲爱的伊莎贝拉，宿舍功能我已经切断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要和我一起去看电影。记得送一台电暖炉去邓尔豪的房间啊，事成之后除了看电影，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啊？你怎么还在这里？你不让我做探子吗？邓尔豪他们训练到现在才结束，倒是你啊，这么晚了来振宇学院，有什么企图啊？我能有什么企图啊？就是迷路了，我困了，送我回酒店吧。你为什么送电暖炉去邓尔豪的房间？到底要干什么？你很讨厌，弄疼我了。我关心尔豪啊，怕他感冒，
不行吗？再说了，这么冷的天气，应该要暖暖的，配上一杯热牛奶和一个甜甜的 kiss。昨晚没暖气，越睡越冷，取暖全部靠抖啊。This dish seems not good. Are you sure they will continue?身体管理也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看来中国的选手还没有专业意识吗？我去，你们怎么回事啊？这么重要的场合感冒？你们还行吗？还行，我死也要死在剑道上。我也是。坐。等等，中法比赛这么大的事，把我们奥盛学院撇在边上，这也太不应该了吧！你现在是把这里学院当成你们家后花园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是，这好像不应该是对待救兵该有的态度吧？凭什么可以突然增加人数？这不公平！我大概也知道了比赛的赌约，只要是邓尔侯的伙伴打赢 Mark， 证明中国的实力，就算是赢。可是没有说明非要振宇学院的学生才能参加。你们是邓尔侯的伙伴吗？我们一起打过比赛，争过女人，还喝过交杯酒，当然是伙伴，而且是兄弟，对吧？当然。如果振宇学院的校长不反对的话，麻烦借我们一间更衣室换装。请便。小哥，我这不是来取柔松炭的吗？ Mark 非常的强。没事，你小姨子的分析都在这儿了。那虽然说时间紧了点，没能好好练习，但是你放心，我们会为你豁出去一次。难怪人家欧洲选手看不上我们中国选手，功力不足嘛。你不是说过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吗？我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伊莎贝拉，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玩弄我的感情。我告诉你，我们是同一种人，论兴风作浪，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明白吗？对了，我的真心没人玩得起。别跑啊，小心！我手里有东西。嚯，好点，看这个。
这儿画。喂，干嘛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啊？我知道你在养伤，但是也不至于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不来吧？什么？今天是攸关邓尔豪能不能继续留在镇宇学院的关键之战。你不知道？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过来，给哥加个油，欣赏一下哥的英姿。快点啊！Mark 获胜，不错，看来一红的战略很有效果。那可不，我可是花了好多时间去研究 Mark 的。哎，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针对他的弱点进行训练，要不然我可以撑得更久。下场换我，我一定拿到十分以上。让我先上场，虽然我今天状态不好，可能会输掉比赛，但我会尽量和 Mark 打消耗战，消耗他的体能。你们几个在下面好好观察 Mark 的打法，撑不住不要勉强。来来来来，加油加油，一二，加油加油 Mark， 我相信你，加油啊。谢谢谢谢医生。不客气。七十九号啊，我是七十九号。先生，您按照号码看一下。我有急事，我有急事啊。您看一下，就一眼就好。我这肋骨复原了没有？好了吗？先生要排队的。就一眼，就一眼。裂开的部分已经愈合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谢谢啊。怎么走了？停。得分。你还好吧？气死我了！那么多人打你一个。漂亮，漂亮！七七加油！我看 Mark 的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了。即使是他体力充沛的状态，也未必赢得了我。你的未来交给我了。把未来交给我的手下败将，挺担忧的。即使是为了手下败将这四个字，我也一定会赢。到时候轮你做手下败将，嗯？ No problem. They have one more guy. It's not trouble to me.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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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啊，怎么了？打赢 Mark 了？还没有，不过依依说现在少康的状况绝佳，已经在 Mark 手中拿到了领先。你看照片啊，这个少康挺了不起的啊。他怎么说也是拿过世界冠军的人，只可惜脑子回路有点古怪。白无双，你为什么白无双？豆了阿姨，你在这里等等我。嗯，会没事的啊。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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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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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没有办法对抗马尔。拜托拜托，一定要让少康赢。输了，本来还想甩掉手下败将这个称号。你的表现已经让我刮目相看了，兄弟。那说好了，长得帅的是大哥。Have you seen a partner's strength really?I'm clear that they all had explosive potential. They will risk everything for me to remain here. You don't need such a weak partners. Let's go back to France with me. This place, except him, nobody's good. 那是因为你没碰到我。你怎么了？你伤还没好？校长，我已经得到医生伤愈证明了，放心吧。虽然你刚刚挑战了所有人，体力消耗了不少，可我也是刚刚伤愈出院，咱俩半斤八两，不占你便宜的。If you don't mind, I'm happy to accept your challenge. 哎，他说什么呀？他接受你的挑战。够豪气，我欣赏。You have injured, so only once.Who is the first will win? 一剑比胜负。行，一剑就一剑。本来我觉得十五剑很浪费时间，强不强，一剑就知道。啊！你教了小风死亡华尔兹啊！华尔兹，
保护而生的进攻绝招。保护？对。保护什么呢？保护你的队友，保护你所爱的人，就像你的绝密右勾拳一样，是为了保护才爆发出最大的破坏力。要先于对手发现他的下一步，要快，要更快，要比对手还快。才能在狭窄的剑道上获得唯一的生路。死亡华尔兹。I didn't let you. This is really awesome. I finally realized why Deng decided to stay here. Hey, 燕主任，双双的肩膀怎么样啊？之前医生的诊断没有错，无双确实是肩袖损伤，可以透过内窥镜手术重新缝合断裂损伤的韧带。那手术后呢？他可以完全复原吗？这个不好说，无双的肩膀以前曾经受过伤，韧带受损严重，尤其是末端。最糟的情况是可能手术后也无法重新固定。燕主任，你帮帮双双，双双正处于肌腱的巅峰阶段，她不能就此结束啊。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韧带重建，将她身体其他部位的韧带移植。不过无论是任何一种治疗方式，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无双短时间内都无法重新再回肌腱场，而且他的身手也会大不如从前。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治疗方案。子枫最后还是用了你的招式，才挽救了我们镇宇学院的招牌。喂，严老师怎么说？师父，冷子枫他使出了死亡华尔兹，他在众人面前完美的呈现了死亡华尔兹。什么？他真的办到了？哎呀，这是缘分呐。哎，少强，我们得为小妍做点什么呀？焦点和风头都被冷子枫抢走了。轻点。你的脚啊又肿成肉包，你啊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们俩懂什么呀？
有一种东西叫义气，跟空气一样，它不是按斤按两称的，看不见摸不着。如果做人没有义气，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既没义气又没有慧根的家伙，别在这烦我。去去去去去，瞎嘚瑟什么？哎，咱们走吧。去，特色。哎，就是。我真的是太小看你了，全国冠军。你讲话的语气怎么像是贬损的话语？我要回法国了。我觉得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要是之前先遇到的是你多好。那也得看哥愿不愿意啊。我很记仇的。那又怎么样？虽然我现在马上要回法国了，但是我会让你永远记得我。我走了，你浪费了我的青春，我是不会跟你道歉的。这什么情况？这是什么青春？哎呀，少康，少康！哦，这……哎，少康，少康，你这怎么了呀你？啊！我刚刚被伊莎贝拉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现在感觉通体舒畅。Thank you for giving our team a shock lesson. Let them realize they have much to learn. Not only your teammates.Also shock either. So Isha has met a master I've seen before. Death Walls? Open my eyes. Your enemy is defeating, right? Yeah. You must do your best. We spent so much to give him we are. This guy only spent half a year, can get this level. I don't believe this world has fencing genius.Today I've seen. See you next time. On the world stage, probably.爸，哎，爸，回来了，吃饭吧。哎，待会儿吧，我带客人回家吃饭了。客人？我未来的媳妇儿赵一红。叔叔你好，我是赵一红。赵一红，赵一红和无双都是我们校长的女儿。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一下，你看这，哎，赶紧坐，我给你添副碗筷啊，坐坐，行行行，来坐坐坐坐，坐那儿啊，坐那儿啊。哎，你把眼睛受伤了？哎，听贺叔说那是段不好的回忆，别打听了。哦。稍等一下啊，我爸做的炒饭啊，炒鸡蛋，
呢。棒，谢谢叔叔。小峰啊，你自己来，我自己来吧。爸，我给你盛啊。那我先尝一口。啊，吃吧。嗯，这炒饭真好吃，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真的啊？嗯。那你多吃点。嗯。没想到子枫最后还是和振宇的女儿在一起了。啊，子枫刚开始练剑，我希望以后你能多指导他。爸。那你这可是给你未来的儿媳妇出了一道难题。叔叔，虽然我不会死亡华尔兹，但是我会拿出我毕生的绝招来教他。嗯，好。吃菜吃菜。别给我夹，你自己吃。好。来。嗯，很好吃。别减肥了，赶紧吃块肉。来吧，你说那个电视是怎么回事啊？没事，小徐正在修线路，我还等着看《真正男子汉》呢。怎么？嗯，有一点。你干嘛这么开心啊？嗯。嗯。我觉得老天对我不错。嗯。既然我学会了死亡华尔兹，又给我这么漂亮的媳妇儿。别先在那儿媳妇媳妇儿的，谁知道两个月之后的世界会什么样呢？只要有你陪着我，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